这次的小龙女有你觉得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今年的？今年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因为今年有增加了几位新同学，像瑞娜还有罗拉，这两位是比较娇小可爱型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年增添了一些甜美的感觉。嗯，对。然后我们练习生就增加了一位小真男，然后她是科技的女神嘛。嗯。那我就希望她可以利用她的人气，然后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效益这样。然后加上她也是对这个很有热情，然后还有她的效益是感染所有的球迷。对啊，所以我希望今年可以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其实跳拉队是很累的事情，然后又要承受风吹雨打这样子。你觉得，他们可能要要承受什么样的一些就是等于说风霜，还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耐力，才有办法成就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拉队员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会先春训，那春训的时候就在练大家每一个人的肌耐力，那像我们今天就练了舞蹈课这样，所以就是其实是希望可以透过春训让大家可以先暖身的概念，就是让他们直接上场前就可以把这些肌力先练好，对，就可以抵抗那些什么风吹雨淋啊，然后各种例如遇到大局你就要一起跳，一起跳要跳很久，对，训练他们肌耐力。那你身为队长，你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期许？这样，我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好，然后就是在，因为我知道我们小龙女是会喊口号的啦队，那我也希望可以就是继续用这个热情，然后感染每一个球迷，然后可以增加更多的龙迷进来，这样。那最后有没有跟这各位球迷宣传一下你们今天或者说今年的这个运援这样子？就希望今年就是各位龙迷。我们都很久没见了嘛，就球季终于开打了，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进场为魏全龙加油，然后呢让我们就是跳更多不一样的应援曲，因为今年有增加一些曲间歌还有唱词曲，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学起来，然后跟我们一起跳舞。好，谢谢。好，谢谢即将让魏全龙队揭开新赛季的序幕。星辰、马妹、瑞妮、赖、张琪、毛水、小易，还有大家喜欢的小蚂蚁。同时，我们也迎来四位新正式成员，分别是练习生、身为正式成员的玲玲、小蛙，还有新加入的昆娜以及罗拉。来，一样，我们来第一个动作，我们来比一下我们的龙兽一心。一直都想要回来。一直都想对，一直都想要继续跳，继续跳。对，然后所以好像之离开复方之后有去跳那个台皮的小桃皮。对 对, 对。所以那棒球跟篮球还是比较喜欢跳棒球。我都喜欢。都喜欢。对。那现在回来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要把龙队所有的应援曲跟所有的选手的都全部都再记起来这样子？简单简单，还可以还可以啦。记性应该还可以。还可以。对。那。我想说，因为大家都是很好奇，说拉队春训在练什么，你们可以透露一下吗？就是你们春训的。因为我们是新成员，所以他们就会陪着我们一起在复习应援曲，复习得很清楚。对。那你们一天在练几小时这样？一天。有连续练好几天吗？然后之类的。我们今天是第二天而已。大概我们今天早上8点练。然后练到下午这样。对。也是很辛苦。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拉，然后很开心可以加入魏全荣这里，然后现在大家不止在篮球场可以看到我，在棒球场也可以看到我，一整年都在贴舞都可以看到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进场支持，谢谢。那你就是之前的话，魏全荣你有没有比较喜欢哪位球员这样？我有看过那个很搞笑，就是祝祥林队跟那个。25号，张振宇，对，他们两个那个在下雨暂停的时候，然后跳舞那个，然后走过去那个，我觉得超好笑的，就对他们两个比较有印象。对，那你刚来到这个小龙女这个大家庭，你觉得大家
气氛怎么样？很好，就是大家都很照顾新成员什么的，然后也都是陪着我们一起慢慢练什么，就可能不熟都会再讲一次什么，然后大家都对都非常的包容我们。OK， 好，谢谢你，谢谢。